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 妈咪，欢迎你们来到 J 妈咪小学堂。今天让 J 妈咪来跟你说个故事吧，准备好了吗？我爸爸，文图，安东尼·布朗，翻译于志莹，河北教育出版社。这是我爸爸，他真的很棒。我爸爸什么都不怕，连坏蛋大野狼都不怕。他可以从月亮上跳过去，还会走高空绳索，不会掉下去。他敢跟大力士摔跤，在运动会的比赛中，他轻轻松松就跑了第一名。我爸爸真的很棒。我爸爸吃得像马一样多，游得像鱼一样快，他像大猩猩一样强壮，也像河马一样快乐。我爸爸真的很棒。我爸爸像房子一样高大，有时又像泰迪熊一样柔软。他像猫头鹰一样聪明，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傻事。我爸爸真的很棒。我爸爸是个伟大的舞蹈家，也是个了不起的歌唱家。他踢足球的技术一流，也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。我爱他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他也爱我，永远爱我。故事说完啦，请继续关注 J 妈咪小学堂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留言或分享，我们下次再见。